华视好新闻继续来看台中皇冠科技大学的陈女士发起着公益活动，甲本地要伫个暑假举办营队的经费，摕来买物资箱送予困苦的家庭。这学生甚至家己做包啊馒头，送到南投县内的弱势团体，予地方感受到真济温暖。皇冠科技大学陈女士学生感受到讲，因为疫情关系，社会团体捐款有较少。主动发起公益活动，要将做好几千粒的包啊、甲馒头送去南投德山的私立玫瑰启灵训练中心。我们发现这个单位非常需要的帮忙，因为它不只是中低收入，还有一些身心障碍的部分发起的这项活动，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。我们可以透过自己的能力，或是自己的一些手作啊，然后平常上课学的，然后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，我觉得非常的好。在疫情期间，启灵训练中心停课两个月，有真多大人必须在厝内陪囡仔，收入也减少。皇冠也将本来受疫情影响停办的暑期活动经费，拢提来买民生物资，转送给中低收入户的家庭。那个疫情物资的帮忙，就是可以改善一下，就是至少在民生物资，他们可以减少这些花费，然后来帮助家里减少一些开销，这样子。在疫情期间，学生利用假日做公益，希望讲持续温暖地方，关怀弱势。我随时。